然后我身上这一款棉花糖女孩专区的，当然这是蕾丝的，两个颜色，蓝色跟我身上的白色。然后呢，你有发现吗？隐隐约约都可以看到有没有点点丝纱的材质。其实它这款里面有附一个内里，你用它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我的肤色，对不对？它里面是有个内里的，但它内里真的偏短，而且它是缝在一起的。嗯，这样好像没有看到。像这个样子，你看它里面是有内里的，所以像我穿啊，其实我里面穿的是红色小可爱，昨天大家就是推荐给大家的那一件酒红色小可爱，我今天穿在身上，那这样它是有内里的，有没有？其实看完全不明显哎、欸，然后我长度拉出来，全长就是像这个样子，基本上还是非常宽松。这款可以穿多大？其实我觉得这款穿到 2XL 都是 OK 的哦，真的。它里面的内里真的还是非常的宽松，而且这个其实胸围大一点的女孩子都可以穿，腋下空间非常的大，你有看到我手臂这边吗？空间还是很多，然后非常的漂亮，手臂这边袖那个袖口有没有很 lady 的感觉？只是呢，它在背面呢、啊，它是有扣子的，对，一二三四四个扣子，而且它是有点立立的，这个就不得不承认，它是这边我的脖子这边它是。没有说到很紧，但是其实就是贴着。我怕有些人他不喜欢这样子的、穿着的感受，像这样，然后不管是搭宽裤什么什么 ，OK 都很好看。两个颜色，白色跟蓝色。